好啦，咁咧，我哋今日又请咗我哋嘉宾阿 Janus 嚟，点解咧？因为我哋拍呢个30万订阅，究竟 YouTuber 做 YouTuber 系点嘅咧？我哋而家有30万3969个 subscriber 啦。其实两个月前已经问咗，不过我哋太多其他嘢拍到唔得闲咧，就一路拖延，唔会调翻转噶嘛，应该都系啊。暑假比较忙啲啊。咁就而家咧。啲觀眾問咗好多問題 ，Amy 咧第一條問，佢話咧儲夠錢退休未？呢個問你嘅，係啦。呢個問佢，睇下佢使幾多錢，咁咧先知儲夠儲有錢退休嘛。嗯。咁我都 OK 嘅，應該都收被動收入都收息嗰啲都夠使嘅，即係平均。Depends 個女使幾多錢咧？應該係嘛？Depends 係啦。唔係我咯。對比香港的收入和現在差異有多大，我都有分別的，他有上班嘛，現在沒有上班嘛，是啦，那我想這個都是很多香港家庭來到的問題，是啊是啊，我知道很多，即是媽咪是沒有上班的，來到這邊，就爸爸上班，以前覺得secure一點咯，現在靠你一個，是啦，還有我覺得呢，在這邊呢，雖然我沒有上班啦，但係冇一個覺得好 relax 啊，咩都要好慢啊嘅感覺咯。嚟到呢邊咧，其實仲忙過翻工嘅。嗯，好，會唔會生多個啊？呢樣嘢就應該唔會啦。有啲烏鴉飛過嗰啲 feel。即刻係。除非有意外啦。係啦，我話同老婆係點識嘅喎，跟住我走去認識佢啦，咁靚女。唔通佢始終嚟認識我咩？唔係，我又唔係 YouTuber 嗰陣。如果而家可能係啦，好多哇哥哥啊咁啊，但係通常都 Auntie 同 Uncle 咧。哦，唔係你嗰時都好靚仔嘅。係啦，而家冇咁靚仔，老咗。咁除咗滑雪，仲有中意咩運動咧？問我啦。咁我舊時中意打籃球，咁而家跌斷隻手就唔可以打籃球啦，因為射波咧就唔係好順暢，同埋撞到。嗯。有踩單車咯，不過都好少踩。因為英國踩單車好似危險咁，我覺得係。我前幾日去咗市中心踩嗰個電動單車，啲巴士兜頭兜面咁衝過，我都好驚。我即刻停埋一邊，等個巴士過咗先再踩。呢個公園踩就會安全，但係好似小朋友咁樣公園踩。係。係啦。好，跟住呢個問你啦 ，Eddie Martin， 我覺得你係男人啦，係咪？你俾唔俾 Yannis 拍片教人扮靚喎？你會問你喎、啊，佢都唔中意拍片。係，我唔係好識講嘢嘅，所以咧係要可能附和。其實佢話後生嗰陣有人問佢做唔做明星啊嘛，佢唔中意做啊嘛。係咯，我性格唔係。佢而家係強迫，因為我要拍先強迫佢。唔係，我係嚟 support 你嘅。係啦，支持我，支持老公，所以我出到聲，佢就要咩做就做啦。嗯，係啦，所以佢係唔會自己開個 channel。係啦，佢都唔中意做呢樣嘢嘅。唔係之前咧係有，即係你同我講話，不如你試下啦咁樣。咁啊，即係我自己腦裏邊有一刻係諗過啦。咁但係咧，實在喺呢邊好忙咯，即係做家務都好忙。我覺得係更加唔得閒拍嘅，其實拍一條片係好耐嘅。係啦，因為要好熟先至，好熟個流程先做到咯。同埋你知男人咧就咁換件衫，即係唔使換褲都可以拍到條片噶嘛。是嗎？咁但係咧，女人咧又要揀衫啦，跟住又要化妝啦，又要整下個頭髮啦，其實係半日㗎啦，已經係一拍一條片。會唔會車站揾 Doctor K 一齊彈琴喎、啊？邊度？我諗啊，要 market train 下先啦。佢都去到咧要好勁㗎嘛，係咪先？你到時騰騰下又唔記得咗又剩咁樣，就好似好失咗手就唔係咁好啦。佢直播啊嘛，係咧直播㗎喎，冇得再嚟過。可能彈得好，一舉成名咧。嗯，係啦，好多人睇到。係啦。係啊，會唔會有可能喺英國搞 fans 級聚會 ？Winnie 問，我成日都話，如果你哋肯搞，我冇所謂，因為搞 fans 級聚會係好多嘢搞，同埋吃力不討好，跟住啲人又話乜又話乜咁樣。到時話啊，你賺錢嘅咁啊。係啦，咁啊真係揾嚟搞，同埋就好 limit 咗嗰度少少人咯。反而我拍條片就更加多人睇到，更加好似大家。分享快樂啊！大家都看到嘛，係咪？要時間分配得好啲咯，所以有人搞，有時間先搞。有人主動搞曬，我係 OK 嘅。同埋有我知啦，等 Margaret 大啲就可以搞啦。
因為而家我啲時間俾屋橋排曬咁滯咧，咁、嗯、其實都係大少少就可以試下搞嘅。如果有興趣，你留聯絡我啦。係。係啦。跟住呢個 Taiwan 789喎，攞到英國公民身份之後，會唔會回流翻香港？應該就要陪 Mark 喺度讀書啦。係咯，佢喺度讀書，咁佢又翻唔到香港讀書，我點回流？同埋我都唔翻到香港啦。成日有人留言話：國安已經開你 file 啦，咁樣等你翻嚟啊！佢係欺騙嘅啫，應該未至於咁樣嘅。但係我哋要陪 Mark， 因為 Mark 喺度讀書咧，已經係即係你翻翻香港，佢又唔即係可以識講中文。但係如果你話唔識寫，即係睇中文咧，其實佢係唔係咁 OK 嘅。咁所以佢係翻唔到香港讀書咯。係咯，我哋已經盡力教佢中文㗎啦。可能去新加坡讀書得，反而嗯，可能新加坡會好啲嘅，係啦。女女將來嫁俾香港人定英國人喎？嗯，唔係我話事喎呢啲嘢。呢啲睇下佢而家個男朋友仔係英國人嚟嘅，所以我唔知啊。但當然我中意啲 A B C B B C 咁樣會好啲啦。佢有個黑人都同佢好 friend 嘅，多國籍都 OK 嘅喎佢。但係中意啲叻嘅男仔咯 ，OK 嘅，係啦，佢係全班最叻嗰個，佢中意嗰個，係啦，所以咁係啱嘅，係啦。嗰、那個黑人小朋友都是第二叻嘅，係啦，係啦，都係佢中意啲叻人，係同佢阿媽一樣，有眼光，有眼光。下一條，好多朋友考慮移民，咁移民除咗帶全部家當之外咧，仲有咩濕碎嘢要帶過去喎？可以考慮帶翻啲平安藥咯，咁喺香港買平啲啦，同埋咧呢邊英國咧冇得賣嘅，咁好似上次我哋去日本旅行咁咧，阿 Mark 咧就勁肚痛啦，肚屙得好嚴重啦，咁好彩咧我哋買咗呢只 Smetagol 斯密達爾嘅止瀉藥，咁咧其實呢只藥咧醫生平時都有開噶啦，咁咧小朋友咧就唔會唔中意食嘅，因為咧佢係呢個焦糖朱古力味。仲有另一隻咧，係士多啤梨味嘅嚇，咁啊係 gel 咁樣喎，就唔使用水送嘅，就咁啜落去就得噶啦。咁啲小朋友可以當糖咁樣食啦。咁啊，突發肚痛啊、肚屙啊，都唔使驚。咁啲中藥咧有陣味咧，小朋友就好介意嘅。而其實連我自己咧都唔係好中意中藥嗰陣味嘅。咁而呢個咧就有呢啲焦糖啦、朱古力味，咁比較容易入口多啲。咁呢個 Smetagol 斯密特爾咧係由法國藥廠製造噶，佢嗰個蒙脫石散製成嘅藥粉咧嚇，係不會被人體吸收，自然排出體外。佢獨特嘅片狀結構咧安全可靠，唔單止可以覆蓋同埋保護你嘅消化道黏膜，仲可以吸附住啲細菌將佢排出體外。咁佢係一家大細嘅看門口。嘅好幫手，咁外出嘅時候咧又可以帶定有得喎。去邊度買呢？就係全香港各大藥房、萬寧屈臣氏醫院診所、HKTV Mall 都有得賣噶啦。咁你買翻兩盒看門口咧，食藥之前記得留意產品說明書或者詢問專業意見啦。如果有其他唔舒服咧，咁啊真係要去睇醫生啦嚇，尋求專業嘅診斷。不過去外國喺外國睇醫生咧，都流程比較複雜噶，咁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啦。所以更加要買啦。佢話：我投資有心得 ，OK 啦。會唔會用福利方法月供基金退休準備？嗱，你真係冇睇我啲片啊！呢、這個唔夠 fans 啊。我話最反對買基金啊！啊，你自己處理咪自己走去買樓啊，買債券收息啊，咁咪搞掂咯。點解要俾嚿錢人哋賺去幫你做咧？咁樣我點樣預算自己退休使費喎？咁咪就係要靠佢啦。看他使幾多少，嗰啲好多其他有問題㗎，啲水電煤啊，一個月使幾多錢啊嗰啲，咁咪就係你要知道使幾多錢先知道幾多錢退休使費啦，係啊，生活開支點樣控制啊？問你生活開支點樣控制？準時熄燈，咪平時可能你要熄燈啊 ，OK， 因為其實呢邊水電煤都好貴㗎嘛，咁咪要準時，即係你譬如。係準時熄燈，係即係可能你冇需要嘅時候就熄燈啦。咁嗰啲電腦唔用熄咗佢啦，電視唔用熄咗啦。咁啲電平啲嘅時候就洗碗洗衫咁咯。係因為唔同時間唔同價錢嘅 ，setting 半夜先至開洗衣機同埋洗碗碟機。係啦，咁一時時有時太忙都集唔到時間，即係盡量咯，同埋咁買嘢食就冇喎，你封劍遊人嘅呢啲嘢。係啊，買嘢食我哋其實都冇話好慳，因為三個人兩大一細加正常咯，又唔係特別。買啲 GP 買啲貴嘢正常咯，係咯。
但呢邊係個物價指數係升咗好多嘅，我哋係用多咗錢嘅，真係。香港都係啦。係啦。係啦。另一個 SLM 一個即將退休人士資產分配應該點樣百分比？假設在加拿大，咁就可能你買間屋先啦，你唔使租樓住先啦，係咪？咁睇你風險由人啦，你有幾錢？我諗一半到啦，可能剩翻嗰啲咪去買下債券啊，買下定期，少少就攞嚟炒下股票過下日神咁樣咯，一兩成啦，輸咗有限嘅人又開心咁樣。如果保守啲，係啊，有精神嘅咪揾啲part time 做下，冇咁悶啊嘛！你咪又坐屋企都好悶嘅啫，係咪先？同埋啲香港人好中意做嘢噶嘛，有份收入咧，感覺良好好多啊嘛！又可以識到朋友咧，係咯，打發下時間，即係唔使好辛苦，但係可以打發下時間，同埋、啊、有啲嘢做咁咯，日日都。上次你好似撞到個網友，都係好似唔使做，但係又可能去做下工廠啲 part time 咁啊！係啊，去整咩東特係咪啊？有啲香港人一齊傾下偈咁樣。係啊係。係啊，唔係。可能呢位朋友未退休，退咗休真係好悶嘅。我都嘗試過退休半年，真係悶得好辛苦，都係揾翻份工作好啲。係啊，係冇嘢做嘅啫，係你嗰啲咩啊叫成日都話財務自由就可以退休啦，去旅行啦。咁之後都有㗎，去旅行去半年翻嚟咧，仲慘過翻工。係日日都要去諗去邊度玩喎，好辛苦嘅。Jaden 問習唔習慣英國生活？都習慣曬嘅，其實都就呢邊會忙少少咯，即係你乜嘢都即係冇工人幫手，冇媽咪爸爸幫手，就全部都自己做。跟住呢個威6667咧，就問我點解無啦啦會開始拍 YouTube 喎、嚇呢個就真係點解咧？因為我都見人哋拍，又好似幾過癮，又唔係好難拍咁啫。同埋嗰陣係諗住拍低阿 Margaret 嘅。成長經過嘛，跟住拍拍下，發現佢都冇咩好拍嘅，仲有 B B 成日攤喺度都唔喐嘅，跟住開始拍下自己嘢啦。咁都要有啲嘢出噶嘛，咁啊，咁拍下我哋嗰陣上大陸買樓咯，或總之做乜咪拍乜咯。生活嗰啲嘢啦。拍下又好多人睇喎，咁咪繼續拍落去啦。下一條 W S W C 7318文，嗰啲名咁奇怪喂。移民去英國，你兩公婆冇嘢做啊？大家都唔知啊，即係 YouTube 本身係工作嚟嘅。我可以話其實 YouTube 嘅工作係好繁忙嘅，同樣好自律嘅，仲你翻工咧就有老細叫你做嘢啊嘛，佢有 target 俾你做啊嘛。YouTube 你中意就今日唔做，聽日先做啦，跟住唔做，突然唔做，所以你見好多僆仔咧，或者其他就算嚟英國話拍 YouTube 嗰啲拍下就唔拍噶啦，因為佢頭段嗰、那個。嗰、那個 barrier 係好強勁嘅，你要過到去，佢開始你覺得都叫賺到少少外快嗰度咧，嗰、那個係好難跨越嘅嗰一段，係啊，除非你本身係超級 talent 啦，即係講嘢，如果唔係就好難嘅都。你見好多人做下都係放棄咗，或者要排少呢片。係啦，投資理財產品嘅收入來源有幾多？咁都好浮動喎，好似呢排咪好多咯。你見到呢排咧出少咗好多片，因為個人炒股票啊，炒股票賺咁多唔得閒拍片，同埋要喺 Patreon update 下啲網友，所以你去 Patreon 睇啦。因為呢排個市咁繁忙咧，就要大家喺嗰邊 update 下佢哋。你有興趣就去 Patreon.com 斜同 Coco 哥嗰度睇啦，係啦。俾我揀多次，會唔會移民去英國以外嘅國家喎？有冇 Margaret 嘅先？俾你揀多次，你會點？俾我咁有 Margaret 都會嚟英國嘅。咩叫有 Margaret 啊？即係如果冇小朋友嘅話咧，就可能考慮其他地方啦。冇小朋友，你去邊度啊？哇！大把地方探世界啦，去日本又得，泰國又得咁樣。係啊。係咪啊？冇小朋友，可能好似阿可以 massage 住咁樣，好似阿郭超咁半年去日本，半年去泰國咁幾爽。到時按住只腳做直播咁。夏天去潛水啊，冬天去滑船啊。係啦。跟住直喺個 villa 都可以直播炒股票啊。係啊，冇問題喎。好似人哋直播打機，可能好多人睇呢個，可能幾好喎。係，喂，今日唔玩住，今日要。炒股票個市，望住個市喺水底收唔到電話。好啦，跟住 trader 呢個真係 trader，
8401啊，問點解巴菲特都要放棄持有台積電？話一轉風勢變咗財經節目，因為地緣政治風險，佢驚大陸打仗，跟住就影響到台灣嘛。係啦，咁其實都唔需要買台積電啦，你買好多其他 Apple 或 Nvidia 仲升得快啦。好啦，呢、這個 Sandy 就問過女大咗之後退休去邊度？日本、法國、西班牙、英國、香港、馬來西亞、台灣、大灣區。個女兒都好長遠喎，呢個問題。冇諗過，我諗過應該佢都係跟住個女兒去邊度。佢先七歲而家，係咯。我覺得佢係會黐住個女嘅。睇下幾時啦，咁我哋都可以去旅行嘅，好多時候都即係可能嗰個原居地就黐住個女兒。去兩個月旅行先翻嚟啦。不過嗰陣又唔滑得雪啊，可能嗰陣咁鬼老，一跌親。可以去潛水嘅。係可以。有冇諗住環遊世界？坐遊輪環遊世界喎。環遊世界實在太辛苦啦。係去旅行其實好辛苦嘅。其實咧，我覺得去旅行咧，去多過一至兩個禮拜已經好辛苦。你要 pack 個 gear 啊，要洗嘢啊，要去到都唔係，即係你最好就係 pack 完啲嘢，一個禮拜去完旅行翻嚟就再洗啊，再剩。如果你去 over 一至兩個禮拜咧，好似我哋上年去歐洲都好辛苦嘅。去完一兩個禮拜翻嚟要休息兩個月啦，要。係啊。我都係中意坐屋企多啲嘅，真係去一陣 OK， 去得耐就好辛苦。係。係啊，好啦，呢、這個 Lucas 話全球房地產回報率最高邊度？租務回報率，租務回報率最高就應該係嗰啲敍利亞、伊拉克啊嗰啲。不過我哋又唔會去嗰啲土耳其啊嗰啲咁樣。咁你最緊要穩陣啊嘛，係咪？安全啊嘛，最唔使勞心勞力喎。其實就唔使嘅，因為你。俾嗰啲人搞即係街外錢，大家揾啫。你揾 agent 幫你搞，即係李嘉誠啊，有幾千個停車場車位，佢都唔會落去自己收租噶嘛，係咪？所以你又唔好慳嗰少少錢，就唔俾人哋做，咁啊最辛苦，真係勞心勞力啦，係啦。所以要轉一轉，轉翻個腦，因為你投資啊嘛，轉翻個老細思維咧，先做到呢樣嘢。揾人幫你做，就唔好乜都自己做。升值潛力最高咧。其實樓市的升值潛力就不高了，已經現在去到，因為你其他很多租務管制，得美國、英國會好一點，但是其實都收息都不來啦，你都是收租都是得不來這樣，所以現在樓市就不是下一 round 的 focus 的東西咯，那都配置一點，但是不需要太多咯。 Scarlett 又問你會不會生多個小朋友，問多你一次，不會了應該，除非意外啦，再答多次。好啊，咁多正能量，點解遇到咩都記得笑？問我，不如你話你知唔知點解？點解？因為我 support 你喺度。係啦，生活美滿啊嘛，係嘛？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點解啊？點解記得笑？唔係記得笑，我覺得都唔需要咁。唔需要同佢計較咯。我覺得係凡事都可以解決到嘅。係咯，由佢咯。係咯。係咯。咁咪佢個人好，佢個人啊，係對面嗰個人好負能量，你已經同情佢，點解佢乜都發脾氣啊嘛？咁小事都發脾氣。係。係嘛？或者咁小事啊，揸下車啊，咁啊掹陣啊，咁樣你已經同情佢，點解佢人生咁負能量？係咁，你咁樣諗，你就覺得好似我之後仲遇到個家長咧，佢成日都咧對頭車啊嘛，同佢，因為外國女人嚟嘅，佢成日都咧好掹陣嘅。係咯，你應該同情佢。我都唔係好明。係啊，咁送小朋友翻學應該開心事嚟㗎，點解要掹陣啊？我真係唔明。送小朋友翻學幾開心？係啊。嗱，你 fast forward 十年之後，你諗下嗰陣，你再回帶翻嚟今日，你就覺得好開心啦。嗯。係嘛？啊，卡。差話東方星之前揾我拍條片，喺一百毛就出咗，但係冇咗，落咗架。點解咧？因為佢走去講人哋嗰個 agent， 我一半條啦，另外半條就係嗰個 agent 去睇樓，跟住又講到嗰間樓又有啲唔好，咁跟住嗰個業主就是、香港人同 agent 咧，就又話唔開心，跟住就成條片就落咗架啦，就浪費咗我心思。咁我成日同 Edmund 拍片，之前拍即係試過咧，拍完之後咧，個業主又乜咧，咁又係冇，就係、是、又叫我哋唔好出聲啊！咁、所以而家都冇咗拍啦，就咁解。
好，我哋加速啦，因为仲有好多问题。Jennifer 话佢系留低嘅港妈，因为仲有老人家未走，有个女17岁啱啱毕业，又 Hong Kong U 读金融学硕士 ，Hong Kong U 计量 confine 即系计量金融，唔知出路如何，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咁啊，佢下边有人留言嘅，佢解释咗，因为佢个女咧就唔想走去外国读书，屋企人咧就好大负担咁样，咁就快啲读完之后咧就。快啲轉去外國，新加坡做啦，香港冇得做啦。咁同埋咧，有一樣就係讀完入大學咧就未完嘅。我嗰陣咧就以為入完大學咧就完咗啦，就可以去玩啦。其實入大學先係開始嘅第一步。嗯。你俾心機讀咧，跟住你快啲去嗰啲乜乜 band 乜 band 嗰度做 intern 咧，咁你未畢業佢就請咗你，你就可以好快咁樣轉走啦。嗯。係啦，如果唔係咧，你諗住玩宿三年之後畢業之後發現冇人請你啦，咁你就唔知做乜啦。天 Wolf 一二三利物浦有冇平嘅排屋可以收租用？可以，但系而家誒都有五厘啦。而家收租就唔冇以前咁吸引啦，系啦。收息好啊，收租。收息好啊，收租啦，系啦。收租好多嘢做。收租你其實都又要俾人哋做，都有啲 risk 啦，跟住係啦，可能會升值嘅，咁但係可以分散投資嘅，樣樣都有啲咯。如果有錢嘅話，係樣樣都有啲咯。咁佢好處就係佢又唔用好貴咯，百零二百萬一間。咁就唔會，你有1000万咁就好難分散咯，已經咁啊。咁佢百零萬你都分到啲啦。第時老咗可以去住嘅都係咪啊？應該都唔會，好凍嗰度。買完之後，你覺得凍？好多人住緊啦，好凍 OK 啊。佢話啱啱出生有做嘢咩好？出生有咩好建議？記住著尿片咯，係咪出生啊？你試下。要揾個有錢嘅爸爸。應該係你意思係即係畢業出嚟做嘢係咪？啱啱出生㗎。出身建議有咩做？好忠告喎、啊，你俾佢。出身嘅建議，即係啱啱出嚟出嚟做嘢啊！有咩建議啊？同啲同事開心啲咯。識人咯，識字啊。係啊，係啊。係啊，第二。唔好係咯，即係唔好得罪太多人。係，唔好得罪。因為而家啲後生嘅小朋友咧，講完都唔聽㗎啦，你哋。係啦、啊，係、啊，同埋佢哋會比較直㗎嘛，個人。咁所以咁我可能都係咁嘅，所以都冇辦法，啲靈覺都係要磨下噶啦，你自己撞下板就知啦。即係攞啲經驗先喺呢一方面。同埋有啲講即係老屎忽嗰啲嘢咯，唔好怕蝕底咯。嗯，同埋而家可能後生會覺得唔中意辛苦，其實係要捱下嘅，我覺得。唔係，因為其實你做咗嘢係人哋睇到嘅。嗯。係啦，咁到有著數嗰陣就會揾你噶啦。你唔付出又點會有著數？你下下都計到咁盡咧，人哋有著數嗰陣咪唔俾你咯，俾第二個啦，係咪先？係咯，同埋要幫下身邊嘅人啦，即係到時人哋會知道你個人好與唔好噶嘛。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好老屎忽嘅，但係我嗰日細個覺得黐線啲廢話啦，咁原來係真嘅，又係咁樣。咁咧呢個 M 咧話買 bonds 嗰陣，職員話要報税，香港咧係所有收息同埋就係炒股票賺錢都係唔需要交税嘅。今屆奧運邊一個最多金牌？美國咯，年年都係噶啦。英國好多伊斯蘭教徒擔心佢哋日後會變成主流啊 ，majority 喎。冇得擔心，因為佢哋真係一個就生四五個。係啊。嗰啲白人同埋啲 Asian 都唔夠佢嚟嘅。啲印度人都唔夠佢生得多，所以呢個係世界嘅潮流。100年、200年後就得翻佢哋噶啦。係。就冇辦法，不過我都死咗咁多時啦。係啦。在英國買美股有咩俾少税嘅方法？咁你就去 paytron.com 借同 Coco 哥嗰度睇啦。而家美國係咪股災揸定係賣？我就賣曬啦，你又要去 paytron.com 借同 Coco 哥嗰度睇啦。跟住呢個問啱啱畢業得幾萬蚊可以做乜嘢？咁我就話俾你知嚇、啊，如果你得幾萬蚊咧，就有個快速方法，60日可以賺到2000。蚊或者2000几蚊啦，就係點咧？就係、是、富途嗰度開户口啦。嗱，而家去富途開户口咧，入100蚊落去，放60日，咁咧佢就送一股阿里巴巴俾你啊，大約價值600蚊啦。不過而家跌緊喎，你想 secure 啲嘅，佢就俾400蚊電子超市禮券你。咁如果再有多啲閒錢入多啲，咁我入多70000蚊落去，咁咧就拎多一股 Nvidia。咁前排嘅價值1000零蚊，而家嘅價值120蚊美金，就跌咗啲啦。不過遲啲可能升翻，好難講呢啲係咪？咁啊，80000蚊放60日咧，就有大約1500蚊至1600蚊、1700蚊咁啦，視乎升定跌啦。咁
如果你是我們的觀眾呢，啊，還可以有200元額外的現金超市禮券，就是怎樣呢？你下載富途牛牛在這個link那裡，啊，跟著在開戶之前呢，在活動中心記住不要按錯，啊，按這個兌換碼 CXXO256， 就是這個啦，啊，這樣才能開戶，你多200元啦。那呢還未止，啊，你那8萬元或者1萬元入到去呢，你還可以繼續用的，啊，炒股票就不知道贏還是輸啦，但如果你放去買這個美元貨幣基金或者港元貨幣基金或者富途現金寶呢，有大約5厘息收，8萬元放兩個月已經等於666元的了。那開戶口呢，輕輕鬆鬆就賺2000多元了，錢滾錢就是這麼簡單。其實你開戶口沒有？開了，很久之前開了，是我幫你開的，那時候的營生都沒有那麼好，我沒有那麼著數，現在著數很多，沒有，一生人都有一次機會這些。不過呢，還有第二個機會，就是可以去長橋那裡開多個戶口，長橋證券開多個戶口了，那你去我們這個 link 那裡就有了所有 IB 啦、長橋啦、富途戶口，你開了它就沒錯了。長橋我都開了，我這些師奶的，啊，又開了那沒辦法了FAFNER633 說，在中小企很忙碌工作，有高啲人工滿足感，還是去大企業做低人工低效率的工作，你選誰？不知道怎麼選，真的。我答到你，我就選大企業，然後呢，你在裡面自己爭取一下，跟你老闆說給多些事情你做，他請你回來沒事做，你可以自己叫他給你做嘛，沒事抵啦，做做下他發現喂你都幾掂喎，咁就轉你去第二個部門做，同埋其他 TV 老細都會見到嘅。咁如果呢間公司啲太 toxic 咧，你嘗試轉去另一間。嗯。咁你做做下喺啲，尤其是千祈唔好做香港港資嗰啲，一定要做外國公司嗰啲。嗯。係因為外國公司咧，嗰啲錢咧唔係個老細嘅，所以佢出多啲人工俾你，佢都冇所謂嘅。係，所以佢就唔會慳住啲錢嘅。咁所以佢哋就通常咧再上去咧，就大公司啲人工就會幾何級數咁上升，中小企你永遠都係中小咯，嚇。咁外國公司咧，佢又好睇你有冇外國公司經驗嘅，嗯，因為你唔識做，冇做開真係唔識做噶，係啊。好多啲香港人嚟到英國咧，如果你冇啲外資嘅經驗，就喺呢邊就難請啲咯。係，你一同佢講嗰啲美資啊、歐資、國際大公司，人哋知道你。都是這樣玩的啫，你做開在全世界都這樣做的啦。他同一個 system 的嘛，大約都是。即是知你掂唔掂啦已經。下一條 ,BB Carry 中，你當時走的人有沒有很掙扎，想了多久才決定走，還是閃一下就走就決定了？你說吧。閃一下咯，無端端說要走咯。為什麼呢？是，跟著就好像兩個月之內就買一間屋，跟住又執曬屋企全部嘢咁樣，即係癲咗，係咯，好忙咯。係你決定定我決定？梗係你決定啦！我嚇真係，其實嗰陣都好咩㗎，因為嗰陣我去完英國考察完翻嚟啊嘛，跟住佢話你係咪走啊？哇！乜你都 OK 咩咁啊？佢又好似 OK 咁喎，咁 OK 啦咁啊。嗯。係啊，我嗰陣都冇諗住佢 OK， 咁就諗住再睇下點啦。咁佢話：哎，快走走走啦，咁走啦。嗯。係啦。咁啊，走咗啦！好多嘢嚟到英國先安排喎，係嘛？買樓揾學校都係嚟到先安排。喺香港已經準備咗啲學校，即係邊一區，或者問咗啲朋友啦，已經。嗯。係啊，咁當然嚟到就真正要實地考察下嗰個地方啱唔啱自己住啦。冤虛3821話當年點樣追到你太太？真唔記得咗。追到。他忘記了，他說太醜，是的，好吧，他不想說，當年我怎麼追，追女仔是有一個pattern的，啊，即是有方法的，那接著下一條呢，上面呢，就說會不會趙博錦經常擔心自己有外遇出軌啊，這兩條是有關係的，但我首先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連埋趙博來說，不是我說完他又hater，然後又生氣我了，即是我首先撇開這件事先，不要說他先。唔关你事啊，嗱，赵博，唔好自己对号入座啊！追女仔系一个既定嘅方法，系一个 pattern 嘅。你只要掌握到个方法咧，系我谂七八成嘅女仔你都追到。即系当然有少合眼缘啦，佢觉得你好衰格嘅就唔得噶啦，有时呢啲嘢冇得解嘅。
咁所以你有冇外遇，有冇出軌咧，係你控制到嘅，嚇、啊。即係當你好似炒股票咁，當你掌握到嗰件事嘅時候咧，你就唔需要遇到噶啦。咁如果你係豬八戒，用嗰個 pattern 追唔追到女仔？得噶，有才華就得噶啦。咁你點樣表現到俾人哋睇你有才華咧？就係、是。就要上去呢個班啦，咁啊，嚟緊就會開班搞追女仔噶啦。即係一個啊，我係 sales 嚟噶嘛，一個 selling skill， 即係你有個 skill set 去做成呢件事。一個 marketing， 你點樣去 position 自己？嗯。跟住你點樣 package 自己？當然你自己要做啲嘢，著啲靚衫，你唔好著件底衫出去啦，係咪先？跟住你要練扎隻啲，即係你都要做啲嘢嘅，咁令到你自己個人咧豐富啲。就唔好好廢咁樣著件底衫，佢唔好㗎，唔知㗎。係，咁你提升咗自己個基本因素，去炒股票咁樣，提升個基本因素，跟住你再配合啲技巧就做到㗎啦。係啦，好似趙博咁樣，係院士嚟㗎嘛，係咪先？幾勁，人哋知識分子嚟㗎喎，咁咪吸引到啲靚女，所以佢擔心有外遇啦，可能。咁唔係，佢太太都好靚女。係咯，佢吸引到。太太係唔需要擔心嘅。嗱，唔好討論趙博係點啦。嗱，阿趙博咪吸引到個好靚嘅老婆咯。係咯。佢老婆仲好中意佢添。係咯，所以就已經係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咯。係啦，跟住有人賴埋鬆仔講，我又無謂再講人哋啦。嗱，我唔費事一日，佢又話我哋掀起軒然大波，突然間又係。好 ，Margaret 公公婆婆幾時過嚟探下你哋？暑假咪嚟咯。是啊，是啊，暑假就是最好的時間。跟住英國一個月水電煤 total 費用幾多？我諗大約1500到啦，港紙。冬天定夏天先？夏天冬天，我諗 average 都係1600到啦，即係除開一年 ，average 1600-1700啦。如果你俾多少少就係啦，其實冬天都唔係多好多嘅，因為你唔好全屋開曬暖爐。你匿埋一間房開就唔係爭好遠嘅啫。跟住喎，有冇煩惱或者憂慮喎？問我係咪應該？佢估我冇，因為生活美滿。你覺得我有冇煩惱同憂慮？有噶都。咁但係佢係一個好開朗嘅人嚟噶嘛。咁佢就算有咧，都係覺得好容易去解決咯。總之解決到就係 OK 咯。係，唔解決唔到就不如擺低一邊先。咁唔係每樣嘢都解決到噶嘛，係咪先？所以我呢排都少咗出片，因為我已經太煩惱，所以我就覺得太辛苦，所以減低咗唞唞先自己。呢邊湊女都好煩惱嘅，其實。係啊。嗯。係，所以俾啲時間自己唞唞先咁樣咯。即係之前 keep 住幾年都 keep 住出片，就太 burn out 啦，所以休息一下。嗯。係啦。Tesla 咩位入？我賣咗咧260嗰陣，喺 Patreon 嗰度咧，你又見到我 post 咗出嚟260出曬貨。咁而家係240几，前排跌到220几好似。佢話有時光機可以翻去以前或者去未來，你會點揀？你會揀咩？哇！梗係翻去以前啦。後生多10年先。唔係啊，佢唔係話俾你翻去見到個自嗰陣嘅自己會講。哦，見到嗰陣先自己啊。即係你翻去睇下就係旅行啫，唔係回帶啊。哦，咁啊。咁我直接飛去未來就死。未來啊嘛。我80歲臨死到下年之後喎。係。可以自殺咁啊？咁我想睇下未來會點樣嘅。係啊。咁但係你遲啲咪見到咯。咁啊，咁多人去睇嗰啲師傅算命咁樣，點解咧？係咪先？我都係去未來啦，睇下邊睇 Nvidia 同埋 Tesla 嗰陣幾錢？幾錢？同埋睇下對上嗰30年買本六合彩開彩記錄翻嚟，好似 Back to the Future 有呢一段橋段。喂 ，Margaret 讀完大學想翻大陸發展，你會點睇啊？咩想同佢講？想翻大陸發展。咁大鑊，真係輕機咁啊！真係唔知喎，輕機冇諗過呢樣嘢喎。我哋就成日都講話新加坡幾好啊，即係去嗰度發展，天氣又幾好，跟住又嗰邊又即係比較多 Asian， 咁又有工人喎，你諗下幾好？可能我哋諗過新加坡啫喎。可能十幾年後東升西降，
國家發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咧。唔係喎，我覺得可能你十幾年之後去越南發展啊，印度發展反而係會。嗯，係好難講呢啲嘢。係好難講喎。到時又唔同而家，到時啊，習主席又十幾年後，佢都啊，都咩啊，都幫大陸發展咗咁多年，可能佢都功成身退啦，已經。嗯。係嘛？英國銀行有咩方法匯款香港最便宜？上次匯款幾萬收咗我五嚿水，咁你就要去開個 IB 户口啦，喺上面去我哋呢條 link 嗰度咧，入邊 IB 户口，咁咧你啲錢入落去，平時咧就會有息俾你啦，嚇、啊！如果匯翻香港一個月一次咧，一毫子都唔使俾嘅，免費嘅。咁佢主要功能並不是匯款，係俾你投資嘅。不過又咁啱得咁巧，如果你要匯款咧，就可以用下啦。高位入咗 VOO， 但系一入就持續啲市，咁你就要去 pay 財嗰度睇啦，又係嗱，即係你哋問我先答你嘅。有幾錢身家，真係好難咁，好直白咁樣答你嗰呢樣嘢，係咪？總之被動收入夠咯。咁啊，覺得佢而家有時間咪做多拍下片咁樣，冇所謂。睇阿媽嘅使幾多錢啦嚇。人生最啱的決定和最錯的決定，最啱的決定當然是娶了這個老婆，難道我說最錯的決定嗎？你這樣的意思是什麼意思？不是，當然是最啱的決定，挺好的，你看陪你拍片support你，挺support，因為又執到間屋這麼乾淨，這麼整齊，這是我要求來的嘛，你都覺得住得很舒服，很舒服，挺好，肯定是完美美滿生活，好似頭先個網友咁講，最錯決定係咪？最錯決定梗係太遲先同佢一齊啦，搞錯呢一句，應該早咗十年同佢一齊啊，係咩？係啊，十年前，梗係好啦，係咪啊？係，但係我十年前就開，再早多十年就開始拍 YouTube 片啦，可能咁啊。哦，咁你可以咧，有80,000 YouTube 拍，係啦，80,000 YouTube 拍。最錯決定啊！唔係認真答你啦。最錯決定哦，我記得啦。最錯決定梗係當年走去買咗嗰個貨幣基金啦，我啲錢我拍片講過咯。哦，買咗100,000蚊，而家得翻零啊嘛。如果當年我攞100,000蚊走去買咗一間德寶咧，嗰陣係100,000，90幾萬一間嘅，嗰10萬已經夠俾首期，九成首期。啊、之後我就唔使供樓啦，有人收租啦，係咪？咁我而家嗰度已經係變咗。而家都跌咗，用300多，跟住扣翻啲，扣翻都仲有200-300。嗯，系。嗱，呢個真係 fans 啦。佢話同馬場嗰張相相比，而家肥咗幾多？其實我冇乜肥過喎，我肥咗2-3 kg，有上有落咁樣啦。因為我都 keep 住唔好太肥。嗯。係啦，因為啲衫著唔落嗰陣咧，就發現自己太肥，就減翻肥。跟住瘦咗嗰陣又開始食翻嘢咁樣啦。咁你啲衫仲著唔著得落？著得落，我十年前去阿姆斯特丹嗰件衫仲著得落。嗯。所以 keep 住啲衫唔啱著就知啦。幾多錢先夠一家三口英國財務自由閒時炒下股？有冇太大生活壓力？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有間屋唔使再供咧，即係你敷批咗咧，即係英國又平又貴啦，咁唔同地區啦，咁你淨係水電煤、卡數、踢食嘢咁。10,000元有限數咯，係咯。誒，咁同埋 depends 你小朋友幾大嘅，即係好似 Margaret 咁，佢呢邊學嘢真正學嘢係貴過香港嘅，咁係 depends 個小朋友想要啲咩質素嘅生活咯。係，咁都有。如果你平有平玩嘅，你去做下啲童軍啊，佢好多啲 charity 嗰啲都好多嘢學下嘅。係啦，係啦。香港都工聯會啦，即係。係。係啦。看你怎樣搞啫。好，最後一條啦。佢對陳喬同劉世良之間嘅版權爭執有咩睇法？點解你要問我咧？但係以我嘅理解咧，佢講個30萬咧，定唔知幾十萬咧，即係賺埋先得100幾十萬咧。劉世良應該係眼尾都睇唔上眼嘅呢個100幾十萬咁細嘅數。即係我覺得佢一個咁多人睇 YouTuber 咧。100萬其實係好細數咯，對佢嚟講。嗯，即係平時嘅收入都係好多。係啊，即係可能佢一兩個禮拜已經賺到100萬噶啦。嗯。
即係佢唔需要稀罕，之後要搞咁多嘢呃你少少錢。但有時咧，啲有錢人嘅心理上又可能係連嗰少少都唔肯俾嘛，所以都唔知道真係啱啦。你幫我戴翻個頭盔就啱啦。係啦，係啦。即係所以我哋都唔知道係真正人哋係點咯，我哋唔識得嗰兩個人。我哋兩個都唔識㗎，不過我覺得係咯，即係嗰條數對佢嚟講唔係大數咯，就係、是、咁。完啦！啊，唔係喎，仲有。好，哎呀，仲有 Instagram 嘅網友唔記得答佢，點先可以做到你咁優秀？我唔識答你。投資方面零基礎，點樣開始學習？有咩書？咁咧，你就要睇 Mark Mandolfini 嘅書啦。其實你所有書都要睇啦，睇好多之後咧，你就會自己有一個 concept 噶啦。會唔會考慮買電動車？其實有考慮過，但係做緊特價啊嘛，你話係，但係因為英國啲税太貴，我又啱啱撞咗車，所以就唔買住。又要俾多啲保費。係，我覺得冇乜冇需要俾咯，就我唔抵咯，我覺得。有冇打算去遊輪玩喎？都有㗎，好似好多人上遊輪玩啊！我 friend 話好正，帶小朋友咧唔使咁頻撲啊嘛，我可以考慮下下年去。下年係咯，點成日次次下年次次都話下年。太多節目啦，你實在。他说阿女大个离开了家之后你和太太会怎样生活养多只狗跟着又哪里都去不到了阿女结婚你做爸爸心情感受我不知道、啊、很久之后、啊、你有什么人生目标、啊、我有什么人生目标、啊、真的没什么人生目标不是我人生目标很多都已经完成了不是人生目标是比较短一点的即是 let's say 他现在铲个草皮铲得很漂亮可能迟些他要玩其他东西明白即是他每个礼拜都有些试一些新东西会人生目标之前人生目标就是要找个好老婆跟着生个女儿又做了跟着买间屋又做了是是跟着之前目标要做 YouTuber 又做到了是接下来就会买跟住要有被動收入又做到了係，所以再買大啲間屋咯，係都大，好大壓力喎、啊、咁樣，我又唔想喎、啊，係咯、啊。跟住你話要去環遊世界嗰啲，我又做咗啲啦，要做都做都可以即刻做嘅，我又係咯。唔係、啊、我會，我唔想環遊世界，我想分開去咯。係、啊，人所以。冇人生目標，而家就係湊女最大目標。嗯，佢嘅目標就係你嘅目標。係。佢嘅目標而家咪就係練琴。練琴咯，我而家練緊琴啊，係啦，所以我不停揾啲新嘅目標俾自己玩下。係。最大遺憾係乜嘢？我真係唔知。頭先好似有人問過，係咪啊？遺憾你話你買幾間？就係買幾間，咁我都唔係遺憾嚟，都係錢啫，都冇乜好遺憾喎，暫時。是咯，我知道你的遺憾是小時候沒學鋼琴，是可能是埋沒了你藝術家的天 分可能是，但是那天我自己說不學的，是嗎？那天我媽問我學不學，我不學，我要大個才發現我自己對音樂的追求。會不會、這個、選擇去考慮移民去其他國家？ Margaret 大了先，是的。投資經驗的技巧怎麼得回來？就是要交學費交回來咯，純粹經驗，是你講看多少本書都沒用的，你要落場慢慢玩，真的輸過錢呢，跟著你睡不著那些，你就會有，就真的知道了。嗯。是啦。即是一個日，一日你就可以賺了你三個月人工，還有明天又輸回出去呢，那你就，一或者一年的人工啦，那你就會，經驗就這樣拿回來了。帶住那個咩悲傷去再繼續啊嘛，係咪啊？唔係噶，都好失落噶，失落咗幾個禮拜，呢頭贏完嗰頭輸翻曬，都唔知做咗乜。係咯。咁你就會可以思考點樣下次贏到嗰人唔會輸翻咯。嗯。係啦。咁多嘢做，平時一日點安排？有乜令自己有效率啲？嗯，真係好忙啊！係真係好多嘢做。有時真係連 lunch 都唔得閒食噶。嗯，有咩方法令自己有效率啲啊？做咗啲要做嘢先咯，跑个 task 咯。如果简单啲嚟讲就，其他不重要嘅就摆埋一边先。就咁啦，完啦，我哋呢个40万订阅嗰人再嚟下一个。好啦，咁我哋今日
就講咁多啦。咁記住 like、subscribe 咩啊 ？shar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好嘢，下次再見。拜拜。